裁剪线以侧发为定位，罗特圆发属沙性头发，较蓬松凌乱，因此裁剪这一款发型时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发片要梳顺。现在将另一侧头发向中间来提拉，如果想增长斜长线，还要拉到侧发位置。将另一侧的头发拉向后侧，先裁剪最大一区域中间区域，这是亮的一个堆叠。将最底部分头发与上部连接，另外一侧也要拉到后边位置。拉的方向越远，剪出来的头发斜长面越宽。休息。按照发型的层次斜面来休息。这一款发型头发采用了两个固定设计线，因此它的连接感要强烈，产生了一个长的斜长线。将顶部头发梳顺，利用方形裁剪向后拉，在后部分定位修剪，这样头发前面会产生长，后面有短向前增长的一个原理。一刀将头发切断，将头发检查刘海部分，刘海部分头发向一侧来拉，增长一个斜长线，还要增加一个层次结构。将头发吹干造型，这是一款由短增长的不等式造型，因此做卷发效果最佳，电烫后效果会体现出来。